接着，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及三军一队再次进场，屏障主席台。生日是让国家变得更新、更好的起点。中华民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自由国度，在国庆日这一天，砥砺过去，策进未来，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、更坚毅的勇气，迎向新的考验与挑战。距离大会开始还有一分钟。进大会特邀请三位古宁波战役的参战英雄，以高雄宁波恩合唱团、宝来国中、老农国小、建生国小的同学们共同来。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